后面超酷的。你来看无人机的表演。你看它竟然要变了。南投燈會很好啊。超精彩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登地夫妇，今天来到哪里呢？南投燈會。老虎，对，老虎。今年的主题是老虎虎年，所以我们这边会看到，等下会看到很多关于老虎的灯。然后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南投燈會，大家想说，哎，南投燈會是不是只有花灯？没有，这边有一大片花海，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怎么样，在白天的时候就来，然后可以来走到后面这边赏花海，就多大片呢？来，我们来，我们的大电梯起来，3、2、3，呜，这么大片，我们看到后面。我们现在在这个水舞的看台区，水舞设置一个观赏舞台，有观赏座位区，对，所以就比较高，我们可以这样直接看到这个整个河畔，哇，超美的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很期待我们等一下的这个水舞表演。大家一定要来，超屌的！欸、这个不用门票，很扯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超屌的，这个超值得看的，一定要来这边哦。什么东西？你有看到什么？一定要来这个桥这边，这个很佳，它是连接前后会场的这个桥。然后我们现在正在看无人机表演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，后面超酷的，做一个缆车出来，有没有看到正后方？就在这里，在正后方，非常的好看，所以推荐大家就是可以去看水舞的观众席，然后也可以在这个桥上这边直接看无人机的表演，欣赏烟火，啊，欣赏烟火，哇，超棒的。这个半天的玩，你有什么心得呢？你觉得好玩吗？你觉得？我觉得烟火好好听哦，烟火好好听哦。可是你刚捂耳朵。那你觉得这些那个花灯啊，灯光有没有很漂亮？有，对不对？很漂亮。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部分呢？今天最有印象的是哪一个呢？都喜欢。哇，这个答案很官方哎。然后还有很多很多表演，对不对？然后重点是这边有非常多非常多根本看不完的花灯，还有这些灿烂的灯光。超级旋转木马，没错，哎，没错，旋转木马超级补充很好哎，很好，对。今天呢就逛完了，还有一个美食街。没错，对，还有美食街可以买一些小吃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哎，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玩完了这个一整晚的这个南投燈會啊，然后期待大家可以在过年期间都来这边看看走走，其实非常棒哦。还要体验一下，还要体验一下，没错。那个展会中心里面呢，现在目前还有南投的农特展的销售会，这样子。哦，对，你有没有忘记讲到这个重点？没错，那个是重点。我们刚刚吃了很好吃的这个茶的冰淇淋，欢迎大家来南投玩，还有来南投燈會来赏花灯哦。安南的人。
分享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来看花灯哦，拜拜。还要看花哦。